家好，我是来自中国的史玉。在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举办的世界古筝大赛2023，我荣获业余儿童 A 组金奖。首先感谢我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中国的史玉。在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举办的世界古筝大赛2023，我荣获业余儿童 A 组金奖。首先感谢组委会及评委老师对我的鼓励，其次感谢我的指导老师陶英芝老师，非常耐心的教导陪伴我学习古筝。我还曾经获得过第四届敦煌杯、中国古筝艺术精英展演、儿童组乙组、敦煌古筝新人称号。在今后的学习中，我会更加努力扎实基本功，多参加比赛，积累演奏经验，把更多更好的古筝作品分享给大家。谢谢。我是史玉，来自中国上海市。今天是2023年6月29日，以下节目为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举办的世界古筝大赛演奏，演奏曲目为《乡山社鼓》。